十府千岁的诞辰即将在今天晚上12点展开。吴敬堂镇头团正在公寮准备出发事宜。画师拿着画笔，涂着颜料，正专注地画着脸。这张脸谱是范将军。渐渐的，刚正勇猛的脸型浮现了。看着这张既凶猛又威严的脸，很难想象这张脸谱背后只是一个稚嫩的10岁孩子。我慢慢加油，可以啊，因为这条是，我问爸爸一下，我无等我甲砍落去啊。对啦，对着。爸爸，哎呦，这边这个。他正有加两个螺丝，这里要用沙滩车呢。要拖啊嘿。哦，安尼袂使砍落哦，你若无讲，我等下砍。要咱是两个要锁的，要锁起个，要拖的啦。哦，这边正。我搞着我。嘿，然后伊哩较巧，伊哩拢有哩注意，足厉害。王玉丽，今年10岁。目前就读国小4年级，玉丽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。爸爸是台南新化地区的吴敬堂镇头团团长，家中的三个小男生从小就跟在爸爸的后头跳镇头，而当中最有热忱的就是玉丽。内底三个囡仔都玉丽靠我多。主持儿童团是一个机缘之下，然后就是。因为阮遮大人咧练嘛，啊，拄啊练，啊，拄阮个大儿子啊，汉唐啊，啊，伊无形之中嘛是开始伫啊咧人个底，我讲袂歹，我有趋势哦。啊，从啊第一开始，啊，佫经过姐姐因遐囡啊，啊，佫有备受肯定之后，然后跟着那巴国小校长的推荐，是他跟那巴国小组成儿童团了。玉丽的爸爸王延守是镇守宫的负责人，他在2001年成立了吴敬堂家将团。因为自己对家将阵头有兴趣，他号召了台南新化纳拔林地区的青年加入，后来又成立了儿童团，希望能将属于台湾传统文化的阵头民俗艺术传承下去。不好的印象嘛，就负面的印象，对，因为我们这比较乡下，那都有一些老一辈像阿妈都会讲说，啊，快点，按快点追了，讲啊，这拢不好，嘿，这个都不好的，所以我们耳濡目染之下，那跟他讲，这种就是不好的，嘿，啊，就已经有画个叉了，就看到就是画一个叉了嘛。阵头缘起已不可考，但在日治时代。它是一种以宗教为理由而形成的地方团练。当迎神赛会、诸神绕境的时候，就是阵头展现武力的时候，也会在这个时候解决长期以来不同庄头间的冲突与不满，以各种借口挑衅、阻扰、冲阵、抢神教等等。于是传统大家对家将都有负面印象，不是抽烟打架，就是吸毒。妈妈在未接触时，也是和一般人存在同样的观感，从未想过会和阵头文化有任何关系。但接触之后，她整个想法都改变了，就融入了，整个都了了，不是了了，就是有在参与啊。其实参与了以后才知道说，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将团。都是有这种不好的负面影响，不过像外面说什么有吸毒打架姿势不会，我先生他自己会控制得很得体。我很热爱这种东西啊，我想讲好的物件，搁咱台湾的物件，会用甲传落啊。啊，重点是讲足辛苦的负面很大，因为你要叫人阿连是老一辈拢讲。这拢唔好个啊！这太过瘾啊！这安尼啊，我讲我要做红看。为了改变一般人对家将的负面印象，
王岩守严格要求成员的品德。他也会在每个礼拜集合团员做训练。星期五晚上，那把国小的校园中，总是发出令牌或三叉尖枪挂着的铃铛声音。一群不到十二岁的小朋友认真练习台步和队形。在闷热的夏日晚上，所有人的汗水直流，但玉丽却没有因为训练的辛苦而放弃。这张脸是一个十岁小朋友认真的脸庞。还好，那个就不要闪嘛，过来的，哥哥，你闪了，哎，还有那真的，以前啊，他只要读书写字就是哭，那你跟他说到热闹，他就很兴奋，嗯，他真的超兴奋的，他都会跟他爸爸说，你能不能一准抢一下试验吧，你爸爸都不爱抢来听。真的不太，因为麻烦啦、啊，带他去麻烦，然后就是慢慢他有加入以后，就跳最小的小朋友跳起嘛，就什么文武猜爷啊，还是什么葫芦童子，所以就从那个加入，那就慢慢这样子，爱的慢慢那个刷，也讲他怎么算啊，比较穷安怎啦，啊无加穷安啦，哎呀他的衣服啦，他的什么他都会去比较，他比我还知道，真的，哎呀、啊、真的，他比我还了解说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八家将的啊，这个是关将少三个人啊，这个是八将，这个是玄天上帝，啊，这个是三太子，啊，这个是八家将的领旗跟领牌。第二十种足紧，足紧的，拢去看呀，去看了呀。嗯，啊，个大人就稍微给他指点一下，那就很厉害。他会去问我，啊，我会去问那些哥哥啊，啊，会听啊，他都我们在办事上都会去听、啊。我来了，伊啊，伊就讲，你也唔知，问伊就知影。啊，我存上一些东西，啊，之后你再给我钱。都是些较早的新人。因为兴趣。玉丽对于宗教文化的知识比同龄小朋友了解还多。阵头的本质是一种酬神，根源于古老宗教信仰。在以前，他们存在不只是酬神，也是当时汉人家园的一种地方军团。小小年纪的玉丽却能透过书籍和大人的对话，去寻找无尽堂的根源。这个是我爸的事情。这是我爸爸师傅的教程。那你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其他的阵头？九天跟台中法天堂，九天的他就是比较不知道怎么说，他就是有一种创意啊。那个台中法天堂他们的画脸的艺术蛮很好看，画这个。在神明出巡之前，通常会由领塞来彩绘脸谱。画脸是一种艺术，在台湾的阵头文化里，八家将和关将手最独特的部分就是开脸扮神，而开脸就是扮神中最不可缺的一环。这是啊，满了，这稳定啊，一丢不会。啊，不过为民可能。啊，未去突破吧，伊可能当下学，啊，也讲画袂过，伊就都无心要画啊，吓啊，慢慢啊，我感觉爱去啊开导啊，伊哩啊，啊，甲带啊，画面这方面啊，他会，我们教他有限，不过伊家己嘛，佫会去找，去听下大人去看，啊，听下一挂人咧讲，伊拢去听，所以主动的啊，伊对这种较去找啊，啊，对读册吼。他这爱爱伊的名。因为你找台湾吗？嗯，我们几组好。不知道啊，哥哥嘞？全班最后一名。那是啊，最后我第五名。你该读册不该读册啊？前五名。我可是什么符号？神月符号。嗯，八月啊。你唔知啊？哦，你暑假最爱白相。哦，我暑假作业嘛也未写了。
材料，很棒。你个很贵呢。呵呵，好贵吗？我想没事。面对着还有一大堆暑假作业还没写，这是另一张玉丽苦恼的脸。在长长的假期中，她和哥哥平常帮忙看家，或者就到练团的公寮玩耍，这就是他们朴实的暑假时光。这几个帽子很少再用了，这是八个人在跳的，总共加球有九个人。副大爷，副大爷，还有正大爷，一起安尼。啊，我存上一些东西，啊之后我们再搞这样。都是那较早的新人。给我啦，这顶我。马叔，你顶好给钱了。家将帽子是竹蜻蜓，令牌和三叉枪是手中的玩具。当大家对于家将和官将手的刻板印象仍然停留在负面的观感，但玉丽这一家却将镇头文化当成孕育的养分，在小小的心中慢慢的成长。阿妈，你头发走去对啊？我要走去啊。去给他烤草呢？无。哦。哎呀，做草草鱼，什么烤鱼嘛，拢要做，我要养花鱼也要做。你上好的青鱼就去啊，啊，就看你烤草好未哦。烤草啦，做啥也做。这个有，伊较大心嘛，较热闹。啊，妈，我想好诶。你看，妈，我买一箱。是啊，你也要买一箱好哩。想一百好尔，今日唔做。我买一百好，你也要做，我买好你食。你讲啊？啊，买什么样子？买钱去给伊补款啊，俺囝个买，我免付钱，这个无钱，也无钱，你欠的，生利息，利息付两百。哎，唔买你，是较调皮啊，较搞怪啦，性格较歹啊。我唔过改真济呢，进步真紧。这种囡仔伊都爱人好趣啊。我讲改硬要跳，跳无好，少少一个成就，啊，若无就回去卖学啊。哦，要学就专心唔好，啊，忙啊做啊一半，讲哪要跳哪唔跳啊，都唔是咧办国家会啊。活泼好动、个性单纯的玉丽，功课虽然不算优秀，脾气还有点拗，但却是家中最贴心的孩子。她协助阿嬷在田里除草、养鸡，在家人的眼中，玉丽就像个小大人，这是一张贴心成熟的脸。我二哥应该会比较容易这样子，二哥会比较讲一些话都会比较像像伊会甲伊讲吼，恁拢无看阿嬷，比如阿嬷就做事做比较辛苦，伊等下甲伊讲，你看阿嬷那么辛苦，啊你拢无要倒也是安那，哎就是等等之类的话题啦，哎呀他们就会用说像我们大人在说讲的方式。伊这对唔是伊心嘛是真算软啊真友好的囡仔，真算。因为四下底吼，那讲啥，伊就听着，知影讲爸爸妈妈要艺术，要爱什么啊？干喽！赶紧收起来！这个就是来机关的，不看我。这是怎样学历打的？哎，怎样学历自动？哈，家己学。啊，搁无倒，我好做。这边好有，姜，姜丝。他会弄吼，
他就工具一直拿出来。他说什么去噼里啪聚餐，人家一边小朋友一边大朋友，他会加入大朋友，他会听他们讲什么，然后他会学，他会听，哎，他也会去做。因为居住在台南乡下，这群小朋友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，常常和大人玩在一起的毅力更是如此。虽然脚踏车到最后还是没能修好。因为六日要练假，他就会有工休息的话，我们就会一起玩。他平常就是这样子过，就是对着日子一直过去。他们很厉害，他们玩的话，他们有一个东西，就譬如你的陀螺好了，他们也四个可以玩得很不亦乐乎，还是四个在那边就玩什么，现在流行什么，他们就玩什么，还是就在那边讲话啦，就很悠闲这样子。平常时拢上你下面佚佗啊？拢去个就不上，他因为都大人拢做代志。啊，这样子会不会无聊？不会啊，蛮好玩的。我们吵架的时候更好玩。买好不听，好听吗？我大哥他同学就说哈，你们家电脑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要出去也不行。我儿子也会跟我抱怨说，他也想出去，但人家带不出去玩，那我就是选择不要。我跟他说，现在外面状况那么不好，哎呀，就是会跟他讲，那他们也很认命啊，哎呀，真的。你算个该喊其他的同学玩快？问，不敢快。啊，你除了恁几个兄弟姐妹，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？嗯，六日会有，因为六日要练假，啊，就会有工休息的话，我们就会一起玩。对。他平常就是这样子过，就是对着日子一直过去。没有游乐场，没有百货公司，这个暑假只能像玉丽所说的，就这样过了。由于爸爸和妈妈都是车床工人，薪水不高，也很辛苦。除了工作外，还要花时间训练家将团，加上镇头的行头花费相当高，几乎就花掉了爸妈两个月的薪水。玉丽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吴敬堂镇头站上世界的舞台。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镇头这项民俗技能，让吴敬堂的名号发光发热。这镜头啊，就我
真正是小姐婆来请这个药啊，是洗三四公，啊，拢做得尽头啊，无得也无得收一摆，啊，药药后摆当头遐重，啊，就是药正咧变个，我尽量是要过来念啦，安尼啦。其实伫我咧高中个条件也做反对啊，唔是搁做啊，搁我咧做个阵搁特别反对啊，因为伊资金即马搞即马嘛是搁做反对啊，吓我伤忝，我咧忝无好啊，搁连家己个囝也拖落，安尼啊，我讲啊，即种物件无咱个团就搞只等伊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抱着种理念啊，甲爸爸沟通啊，爸爸是看到是讲。赚的拢开人家，啊，家庭嘛爱顾啊，我看得清楚啊，安尼啊。经过了阿公和爸爸两代的脚力，第三代的玉力，在他小小的身躯里，似乎装了正统文化的灵魂。这张令人惊奇的脸背后是一个文化香火的延续，在轰隆鞭炮声中，吴敬堂家将团在整个庆典的队伍里十分耀眼。抬着台鼓的玉力，就像平常练习时一样，在烟雾中就更有气势。此时，玉力的脸已经幻化成勇猛的范将军了。烟雾弥漫中，看着努力不懈的玉力。似乎也看见了吴敬堂家将团的未来。我希望他能比我更高，更上一层楼。我希望是一样。王爷。